好莱坞化妆师除了帮明星弄得光鲜亮丽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在万圣节替扮演妖魔鬼怪的鬼屋演员化妆，标准是追求逼真，呈现血淋淋，追求恐怖的美感。恐怖的万圣节让你头皮发麻的罪恶深渊，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戴上血淋淋的头套，头顶开花，就是要血流满面、杀气腾腾的逼真气势。To make the drips look natural， 眼斜、嘴歪、假面具，用不同粉底颜色，让皮开肉绽的半张脸服服帖帖。I have to get used to it because I don't even know what I look like. 好莱坞化妆师最忙碌的时刻之一就是万圣节，要替上百位的鬼屋演员画出血淋淋、逼真吓人的恐怖鬼样。单单像是爪子刮花脸颊的伤口，就要花上半小时。When they come in the next day and they still have makeup all over their face. Yeah, it's really appreciated. 深浅不一的红色、咖啡色画出伤口撕裂状，再小心翼翼用海绵慢慢晕开，还要让鲜血看起来保有光泽度。画出妖魔鬼怪也是有追求美感、恐怖的美妙感。Practice on myself a lot. 这下不是化腐朽为神奇，是神奇的让鬼魔鬼样看起来变得很神奇。见识到好莱坞化妆大师巧夺天工、无中生有的攻略吗？以上中新为你由韩子桓来自好莱坞的采访报道。